概70，接这近么八十。瘦？嗯，就这一个月而已，哎因为我没是，太，因为太热因为了。规律睡眠了啊，就你作因息为很没规有，律这样。因为我之前在国外都从来不运动，从来没有运动过，没有流汗过。Oh my god！然后新训的时候，但这边很热，因为我在嘉义，然后接近40度，然后就是每天不停的吐，因为一直运动，然后又很热，就一直吐一直吐，然后东西也吃不了，就是中午喝个那个什么汤干嘛，然后就吐的乱七八糟太这样。恐怖了吧！对啊，然后就只能就吃香蕉，然后像那种痛。吃香就吃到倒下去 就是太热了，然后跑步跑到就是边跑边吐，所以就大概70多公斤。可是下部队之后就，对啊，我在中坑，然后下中坑已经算很轻松了，只是因为对我来讲真的太热了，因为我在国外已经很久没有试过这么热的天气。对啊，然后我就后来，但是后来下部队之后，身体也比较好了一点，然后作息也很规律，然后我在。那边也不是那种实战单位，所以也没有很超，所以又有胖回来，大概80出头。对啊，对啊，可是还是变瘦啊，整体来说。整体来说一定会变瘦，因为还是有动啊。重点是有正常作息差蛮多的，我觉得。对啊，有正常东西差很多。对啊，对啊，对啊，很热啊，真的。好好玩哦！中坑真的超爆的，中坑那种它那个司令台那种大操场就是水泥地。然后那种连队的那种刺枪在上面刺，就是你在旁边看到，就是那种会有那种热浪，就是大家站在那个地方这样子，热浪哎、欸，超级晒，超不舒服。不是都会帮那个新训的单位取名字吗？什么意思？什么什么什么金六节，什么欢乐什么，我对忘啊，记了。哦，中坑是，我忘记了。中坑有京北跟京南两个，然后京北比较硬，因为那个整个那个旅的那个高师，不是高师，就是他们整就个是旅的比较那个，长官在那对，就都对在京北啊，京南就比较轻松一点点，而且我们那里也更轻松，真好，就是连长没事只会在那边丢棒球走来走去。丢棒就球，还，对，我自己在京南啊，然后而且是很轻松的连啊，天使连那种，就是我们已经躺在床上睡，准备要睡觉，隔壁还在，可怜还在那边哦，开合跳这样子，对啊，可怜哦，对啊，这洗版的是怎样？没关系，不理他。太长了，把它删掉。对，快乐斗焕屏，没对错。啊，魂断金六姐太对危对对险了吧！对对对对对对，啊，都会对，中坑快乐营什么，唱歌、烤肉、看电影，对，好像是中坑快取乐那营。种啊，对啊，血溅车轮埗，泪对洒啊，关东桥，魂断金六对姐。啊，吕布，对啊，吕布大楼啦，吕布大楼在那个啊。当什可么是兵？我，没有，他们问我当什么兵，我是资讯啊，通讯兵，乱说。我自己在，可是我在新训遇到比较鸟的事情，我以前有讲过，就是刚好遇到教招的人。然后教招的那些人就是非常鸡掰啊，一定很鸡因为掰他啊，们因也为是那些愤人，恨不平。对啊，然后就会不停的呛你，然后你出公差会去要帮他们弄一些东西，比如说收他们的敬礼装备啊，弄他们的那种寝室的东西啊，帮他们排什么东西啊，干嘛，然后他们就一直呛你，讨厌哦，就很烦呐、啊。男生真是很奇妙，怎么说？就是说你以前也就是菜过啊，可是当你不再那么菜，你就去欺负那些比你菜的人，哎呀，这跟男不男是没有关系啊。这个国小的时候也是有一堆6年级欺负3年级的，我觉得是，我觉得自力更生对啊，就是想说我要欺负回来这样，或者可说是啊他们不教不行这样子诶。像我去教招的时候，我就会对那些就是菜兵好，还在也没有到菜兵啊，因为我也没多老啊。也是会对他们就是很好啊，因为觉得哦，他们还在里面，就感觉很可就怜，还蛮辛苦的啊，对啊，而且他们都对我们都毕恭毕敬的，怎么会还要像想要这样对他？对呀、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以前都经历过啊，怎么还会就是让人家哭，然后还要将心比心，对啊太，LNG 可大佬怜。你们好，我看你们台好久，我现在瑞士念书，还有一些中国朋友一起看，
现在每个礼拜我房间都有11个人喝啤酒，看吃零食，看你们太打球，无好聊了吧，你们！我跟你讲，在国外就是这 给我样。听，给我去看足球啊！哎，我在国外的时候还没有时光这种东西啊，我都看那些那就是人家上传到那个 YouTube 上面那种什么康熙来了，我 好猜啊，无什么聊黑社会啊。哦，哎，我跟你讲，在国外真的很无聊，因为直接晚上也抓狂。没事做，真的。你要不然就是打电动，要不然就是很无聊那我啊。们要不要为了他们开始玩一些有趣的游戏？因为他们就这样喝着啤酒，然后看我在消防管，也太可没怜差啦，我就是听聊天而已啊。他们要也不然太开好电视笑也是了吧！一些重播一那些跟烂我去剧，看足球啊，在那边也闹。是可以看足球，也是可以看足球对呀、啊，啊。在那边闹。哎、欸，我一直很想问嗯。欸，就有一个观众说，杰林开台，你要死不去看歌吗？为什么你说那葛个对不后？对？对对对，后面加葛到底是怎么念呢、啊？就是说你不去看一下吗？然后把那个一下改成葛，或者是说什么严肃葛之类的。虽然我是完全不会用，对因啊，为我们太老了。可是那是哪一个地区的用法吗？台湾是吧，我看很哪？多台湾小孩都会这样什用么废话？我也知道台湾，不然纽西兰呐、啊，纽西兰哪有"葛"这个字啊？哎，这废话，你哎，这问的白痴问我题。是说是，比如说是高雄吗？还是南部吗？还是中部的用法吗？因为没我有啦。，Why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Why would you drink，like to eat? 这就是网络用语啊，这哪还有是什么是还实际是？位哎，置？还是哎，你想不想来一杯椰哥棒？耶 你想不想来一杯椰哥炸弹？耶哥，我的椰谁哥？Ask？炸弹哥，对他啊，们那个什是么，对啊，什 mistake，么帮个、打个、吃个、看个什他么，们他说的们是说是插 mistake，梗啊，是吗？我刚才看的是插梗，或者是教父，或者沙是梗，或者是 mistake 吧，反正他们那一挂好像哦，都会讲。真假的？我一直听不太懂那个，而且那个是就是念"葛"吗？还是就念"割啊，就割啊。葛"？哦，哇，你看超感动，啊干跑掉了，操！他说。当初叫招的时候，晚上要去吃饭，走到半路，隔壁营刚好新兵入营，带队的就说："现在大家往左看，回想一下自己10年前的样子，然后快乐斗焕品啊，靠腰啊，弹来弹去看不到，算了，反正他就是他们大家就笑着帮他们加油，你看这样多好。好感人哦！不过新兵那个时候只会觉得，妈的你在呛我，对对，对啊。应该是也笑不出来吧？好辛苦哦！哎，我真的觉得男生好辛苦哦，大家加油！对啊，就当兵就是真的，哦，痛啊！希望我可以当个补充兵，补充兵就只要12天就好了。哦哟，超长一段。我不用当兵，有几个当兵的朋友说，在里面其实替代役老鸟跟义务役老鸟都不太会找菜鸟查，大多数人都知道只是进来还债而已。怎么欺负的都是对，中辍生就是之这类样，的小朋友？就是这样。我看完了，就是这样子。哦，啊，真的是。其实就跟网络钓鱼是一样的道理。他们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这么高的地位，但是在军中里面就是可以用阶级来压，所以他们就会更利用阶级这种事情来可能是高姿态，或者是来命令别人。啊，大就是，家都好辛苦哦。当然，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有些人是这样子的。然后我想想看哈。有人说这个太可以今天 improve。哎，你先说，你先说。先没讲，有你没先有，讲，先讲，我喝饮料，我先讲。我不要。好，那我讲了。好。不是，可以。Joke。好，那我先讲啊。有一个人说：“Hi，Aaron，Aaron，everyone，I'm from Malaysia. I know you all from the Essence Film Cut from 懒熊。May I ask a question? Have you all ever thought travel to Malaysia？” 我是没有他特听别。得懂中文吗？哎，可是，今天要不然干嘛看我们台可啊？是，等一下，你要是那他干嘛打英文啊？很多人很听多得懂人中文，没办打法不了什么打。resume 一样啊，不是吗？哦，对呀，可是而你且要我还是，而言讲，你们可不可以再讲一下刚刚他说什么？因为我没有看聊天室，可是你是有一个人在那他说他是从懒球队里面知道我们的，然后问我对，们有没有有没想有过会去纽西兰马来西亚旅行之类的。对，哦，我没有啦，我没有。我应该短期之内不太可能。我也因为我是，是一个连护照都没有的人，啊，因为我们比较少出国旅游啦，因为毕竟还是要钱，而且都在大家都在，哎，而且谁在 lying 啊？大家都在上班啦，然后
对啊，然后因为我们真的是比较宅，我们并不是那种喜欢往外跑的人，所以不管是、嗯、你不要说马来西亚了，连高雄的粉丝问我们会不会去高雄还是什么台中玩，都已经很少了这样子。对啊 ，Yep。有人用 Google 翻译，你好 ，RNG，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我知道你们都从切断来自蓝翔的精华膜。我可以问一个疑问句，有你所有马来西亚没有想过旅行？Google 翻歌，那个什么，那个刚刚我要找这一台的那个实况的那个 key 啊，可是因为我是中文界面嘛，然后我要打就是要开那个 show key。然后他写展的关键，对啊，超奇怪。拜托，展的关键谁懂、啊？我就常常都一直跟那个那管理群的人说，你们那个中文真的是有点没有。展的关键到底是怎样啊？还让谷歌翻译啊？对呀、啊，好笑。可是也没办法，谷歌中文不太好啊，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啊。NGLG 可以找我带路啊，对啊，那个 Louis the Traveler 也是很久以前就开始看的马来西亚的粉丝啊、嗯、的观众、啊、没有错啊。台剧我们有需要再多讲什么吗？应该不用吧。没有啊，很多人会私讯、啊、很多人私讯问说什么哦，那台剧会台中吗？会高雄吗？ 会什么东部吗？香港吗？美国吗？其实基本上，因为我们不是在办，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是让粉丝去办，就是很久以前有解释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比较不熟啊，各个区域啊，然后想要办聚会的，其实粉丝比较想嘛。我想说，哎，那你们想，那就你们办，我们就是你们规划，然后你们场地啊，我们就去，你们 OK， 大家时间 OK， 我们就去参加，也比较快，而不是什么东西都我们办这样子，因为我们办的话。应该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嗯、因为人太多了，然后不同区，所以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我们自己办，所以要靠大家的帮忙，如果真的想要办的话。所以台剧现在变成比较自发性的，也就是说我讲白话文的话，也就是说只要你们找得到人办得起来，然后我们确认过时间可以在北极都可以，只要、就是、而且你们要帮我们付车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付那个车马费，真的太贵了。所以，但是我们的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们可能要帮我们付一下车马费，然后，但其他的你们只要办妥了，我们时间确定就可以去。就算在北极，他妈在月球，你们只要出得了飞太空梭的钱，我们也可以去。对，不要，我不要。我的死亡几率太高了、啊，好高我的死亡几率太高，我们连那种上宇宙的那个都还没有训练过，就要去台剧，太可怕了。赞。对，然后其他相关的话，基本上我现在知道的话，有中区跟高雄的都已经有在。就是、都有台剧委员会，他们有在筹划了，对，然后所以他们。所以就是说，你们可以先不用硬要上来台北参加的台剧，就还有中区跟南区这样子。但是详细的时间跟那个目前还没有出来，所以有反正有任何新的消息，我们会贴上去。但是你们有任何台剧问题，就请去问主办方，因为我们也是算是受邀而已嘛，就是没有真的、对对对对，真的参与到决策过程，所以对对很多问题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去筹划或是规划的，然後就没有办法回答。嗯，然后我也要再帮忙讲一下，因为我有看到有一些人，因为这次台剧前我大概上个礼拜的时候看到蓝熊他们就是北部的台剧筹办的委员会，白熊啊，白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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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熊了，改一下名字好不好？白熊，你从今天就开始就叫白狼了。为什么？不行啊！上个礼拜就看到白狼发布，然后说贪污党、贪污党。那如果白熊的粉丝呢？白粉、啊、白粉。反正上个礼拜看到白熊他们就发布说啊，因为这次的人数限制只有80人。嗯。但是似乎上个礼拜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有850个报名了，所以真的是比较这个时候现在搞不好已经有1000多人报名，然后我就有看到一些人就在有一点小报没有骂，但是小抱怨说啊怎么人那么少啊，这样子是不是规划的不恰当，因为报名人这么多竟然只抽1/10，这样几率太小了吧什么什么。我觉得大家不要这个心态啊，因为白熊他们
他们大可不辦非常辛苦。对啊，他们大可不办啊，他们大可可以办一个十人的台剧，然后他们自己工作人员来跟我们吃饭就好了。对啊，对啊，我是说真的啊，我是说真的、啊對啊，真的可以啊，因为我们也讲过，我们也讲过，我们把台剧这个事情交给粉丝办，也意思也其实意思也。真正要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想办几场想办哪都可以，只要我们时间 OK， 只要你们确认过然后我们有交通费就 OK， 可是白熊他们办的也很辛苦，所以大家不要抱怨好不好，你们大家可以惋惜，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他们可是在劳心劳力帮大家办这个东西的，他们大家不要办的，所以希望大家要知足感恩。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人家办的不好，你就出来筹划，你就出来筹划，你就出来筹划，你就出来办一个，你没有关系，反正对对对对，能办几场，只要我们时间 OK， 我们都去啊，直接啊，老王不一定啦啊，我麻烦啊，啊，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那个抱怨啊，因为他们真的是很辛苦。白熊去年，我跟你讲，白熊去年刚开始办的时候，不是白狼吗？一脸、啊、白狼，白狼去年办的时候一脸健康。是不是？然后时不时就去那个立法院旁边晃来晃去。我不是那个了，不要乱讲啦，我看他漂亮的时候，头发都多了，然后连衣服都改成只穿中山装了。不是啦，不是。这是我们影响他，影响成这样。对啊，所以大家要那个，要那个、哦、如果白熊他们根本就不办的话，我看今年根本就不会有嘞。对啊，因为、啊、因为很大部分人都只是。想参加，就是、我很有意愿要办，然后就这样。可是希望有一个人出来，我相信大家一定不是，就是很白目的去骂办活动的人。我相信大家已经不是这些，大家只是想说，因为大家不知道事情是怎么样，所以大家可能在想啊，怎么这么少啊什么的。可是事实上，就是他们没有任何义务，他们也没有，我们也没有给他们薪水或者什么的，他们完全是自发性，所以有就已经非常的有心了。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去怪说什么主办单位为什么办那么少啊什么什么的。好、哦哦、那我可不可以请你们两位做一件事情？可以，你们可不可以用台语说尊重包容友善，像我小尊重包容友善那是史莱姆吧尊重 friendly 包容友善我会尊重包拉包U 改进，U 改进是怎样？好好笑哦！而且我觉得你要死学史莱姆很好笑。我最近就偶尔会看一下麦卡贝，但觉得很好笑。我有学过他吗？有啊，那是史莱姆。我是史莱姆。怎么可以这么好笑？真的的。你的太猥琐了啊！咦，一点半了，该换游戏了。可是有人规定我一点半就要换游戏吗？没有吧，没有了。啊，不要乱规定我啊！嗯，因为我没有别的游戏可以玩啦，再换就只是换回彩地爷或者是新接龙而已啊。嗯，各位大家，舅舅有没有小时候很爱吃，长大却不喜欢吃的东西？嗯，还真的是没有、欸、我只有越大越多喜欢东西吃。嗯，我也是哎、欸，可是我相信以后可能会有啦。哦，对啊，可能真的是我相信以后一定会有一些开始不喜欢吃的东西。没有，有一个人说这个意思说法可以找几个人跟 LNG 的各位联络，然后直接请 LNG 吃饭，然后所有经费包办，这样既可约到各位嘛？无心疑问，无意冒犯。基本上说法来讲是这样啦，是的确是这样可以啊，但是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还是会考量，就是说你办这个是因为。对，你自己个人，我这样讲好，如果你们是比如说啦，比如说你们是一个社团。然后你们是一个什么社，然后你们所有的人都想要参加这个东西的话，那可能就很 OK。可是如果只是你跟你女朋友想跟我们吃饭啊，我们人还比你们多，那就有点尴尬，对不对？对，我就说以看什么名义啦，我觉得当然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定一个标准出来，但是我想大家可以 sense 到那个标准，就是像白中他们班85个人这种东西，就一定是像。算台剧，所以，但是如果你只是有8个人，那我觉得那比较像联谊，好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是说大家应该可以分得出来，就是为
为了大家办，还有为了自己办的那个，对对对对啊，那个感觉啦，对，对啊，我觉得啦，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说啊，你真的想要办一个，但是你真的没有办法筹划到很多人，然后你真的只能筹办一个二十人到三十人的，那我觉得很 OK 啊。如果你没有没有没有，那我觉得那你去跟其他想办的人合也可以啊，也可以就跟大家想办的人大家一起合办啊。对，因为如果是少量少量少量，那我宁愿你们大家集合起来，然后筹办一个大的。因为我们大概频率就是一年一次，嗯，所以你不能说这个月十个人，下个月二十个人，下个月三十五个人这样，就我觉得就是太多了，你们可以，因为他们可以，你们可以聚在一起，甚至你们用粉丝团的留言开始来召集也是可以，或者是你直接联络白熊，所以说他们的普朗斯铺说你有一些关于台剧的 idea 或者是想法，或者是你想尽一份力帮忙当个工作人员，你就可以。去跟他们联络，这样子，基本上他们的成员都是这样子聚在一起的。之前北中南都一样。其实白熊他们这个组织起来，也是我们刚跟大家讲，流氓哦，刚跟那个白狼他们这个组织刚组织起来的时候，其实也是种不要乱讲了。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宣布了，我们想要改成这样的机制，然后我们一开始就是呼吁说，大家就是找一些大家想办的人，然后大家一起去办，然后他们自己就组织起来了，所以我相信。一定是找得到人办的啦，对、嗯、对，一定是找到人办的啦，对啦，对啊。但我想目前其实三区都有主办单位了啦，就如果你们真的很想办的话，我觉得不妨就直接跟他们联络，对啊，或者是最好的啦，因为我们的确大概一年一次啦，因为太多我们没有办法花这么多时间去别的地方啊，对啊。何况就是你知道，我们每办一次台剧，我们就会少开一次台，所以就是我们也不会让的频率太多。拍手，我插嘴讲一个，刚刚有个 Z X4159，他讲说为什么讲话要这么小心翼翼，有这么严格吗？这样子，其实根本就没有很严格，而且他那个 Z X 有来这边留言很多次，因为他已经被 ban 了一两次，然后我有帮他解。然后他现在还是可以讲话，我这边一直都没有到严格，你除非是你洗屏，对不对？然后要不然就是你是那种，他是说我们还是他们？嗯，他是说我们小心翼翼，还是说他们？他们小心翼翼是吗？对啊。然后我觉得你就是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因为洗屏你会干扰到别人啊，然后。啊，骂人来闹的，那就更不用讲。我觉得不用跟他解释那么多啦。有到小心翼翼吗？就算是小心翼翼，有很难吗？另外3606的观众就不会被 ban 啊？为什么只有你被 ban？ 讲，反正就这样啦。我真的觉得没什么规定的，其实，所以就尊重一下就好了。好，再用台语说一次。尊重保养啊！我系史莱姆，我屌你老母！你不要用史莱姆的那个骂脏话啦！巨爬啊！你给我跟史莱姆道歉哦！海味珍珠宝啊！你给我跟史莱姆道歉！史莱姆，对不住，对不住！是吗？是吗？是啦，史莱姆，超级不诚恳。而且一次种族歧视两对呀、啊，对呀、啊，而且还要用同一个腔调去讲，好笑、哦。好，因为我一直不停的在玩游戏，所以我很难想到一些话题跟各位聊天。没差、啊，没差、啊。对。我想看哦，这个礼拜我没说他那个 Z X 那个4159，他是以之前被洗屏，之前洗屏，然后把ban掉，而且因为我之前ban我不是都会有记录原因吗？然后他的原因我后面就写洗屏，然后我那个时候他请我解ban，我就问他说：“那你记得你自己是为什么被ban吗？”他说他就是重复问题，那他就知道了，那我就 OK， 那你就以后就不要洗，然后我就把他解掉了，然后。他就一直在讲说，就是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为什么要就是那么严格，这样是不是？对之类的，要你不要洗屏，有很严格吗？就是，我觉得，然后他说，然后他有时候是没洗屏，然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被 ban。我现在就跟你讲，虽然我叫你去看 FAQ， 我知道你已经没看，因为他 FB 也是免洗的。
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弄那个刚刚连那个机器人会把你的留言删掉，你就根本没有被 ban， 你现在也是在打字啊，我也就只帮你解那一次，所以就是那就这样子而已，就这么简单，也顺便跟就是聊天室其他人讲，然后我们觉得有些嗯啊，然后有些人觉得我们很严格啊，常常生气什么干嘛的，就不要看嘛，就这样。我觉得我比较左派啊，我觉得啊，你觉得我们严格，那我们就是严格啊，那为什么其他人可以你不行？有很难吗？而且我刚才看你那打字一直在那边打杠杠脸，我们就已经以明文规定说这个这边没有啊，杠杠脸，对啊，然后这边也没有那个，这边没有规定啊。我只是觉得，其实也现在我也不是说什么哦，看到杠杠脸就妈的气到懒觉弹出来，不是也不是啊，但是就是很有趣啊，你看，就是一个不要这样的动作，但是就是会有人一直被删掉，就很酷啊，反正你。出社会之后干嘛？跟老板怎么讲话也不可能会打刚刚脸的嘛，所以就啊，早一点开始练习嘛，无所谓啊。啊，如果真的受不了，觉得你就是要打刚刚脸不打的话，然后会断掉的话，那你就不要聊天就好了嘛，就好啦。要不然就是被 ban 掉，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也不是多了不起的人啊，就不要看我们台就好了，就这样啊。Yeah. 没有啦，我不会说什么看到刚刚脸就很生气什么的，我是说因为。就已经规定了、啊、你硬要打被别人那就不要在那边哭啊之类的吧，就比如说进来我家然后请你脱鞋，然后就说妈的为什么要脱鞋，就很气要干嘛，对，要干嘛这么严格，为什么要脱鞋，对啊之类的，就白目啊，只是因为这边没有写啦，所以新冠如果他是从这一台才开始看，他们可能就没有理解到这个部分，是不是是啦，但是比较强硬一点，那你现在就是进我家了嘛？是啊、那你进我家，你不能因为你第一次进我家而……但他就不知道你家有什么规定啊？那你就不要进来我家，是不是？但是就不知道对方雷点在哪，所以我觉得就一两次，我是觉得还好啦。但是如果爆发，我没有爆发。但是如果说人家已经跟你讲过，然后你还是会觉得说。啊，你这个规定好烂啊！我不喜欢这样，那就可能就不要再来往吧。我今天不是针对那个人，我只是想说，对啊、因为有蛮大部分的人，就是說对啊，他们都是新观众 啊，他们可能就是真的不知道有这个规定之类的。哎呀、啊，那我那对啊，可是我也不可能第一次就直接骂人还是干嘛的。他们如果来是不来解，我还是会跟他们讲啊，然后就解啦，也不会骂人啊，就这样子啊，就很简单嘛。嗯哼。可是有些人就是还就是一遇到然后就会先开始发飙，就这样子啊。嗯嗯嗯。啊，也没有办法。对啊，这样真的就是不是太好啊，各位大大。算了，没关系啦，没关系啦。我们没有严肃，我只是讲正常的，只是正常语气讲话而已啊。好，那我来告诉大家这个游戏的名字啊、哦，因为我一直把网址拉下来，但是一直没讲。那游戏叫做 Color Tits， 乱说。Color Tits， Color Boobs， 这怎么念 ？T I L E S。T 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全面一起消掉，就200个全部消完这样。可是如果你有三个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然后你点掉的话，那你就永远都不可能可以消掉，所以就非常的困难，但是很好玩。你们只要 Google 啊这一串英文字母，你们就能够得到它。好，我讲完了。啊，我突然想起一件事，这个礼拜是不是大家指考考完了？哦，真的吗？我记得吧，因为有、嗯，可是他们好像说可能有什么考试，不是特招啦，我是说指考，大学指考。哇哇！因为有观众在我个人的粉丝团有问我，他说很苦恼什么，然后我就帮他打气，然后我就特别关注指考的事情。然后现在大家考完啦，然后每天出去玩啊，然后街边上面都是人啊，我每天上班都好恨哦。每天上班就是没有位置，然后公车也都是人，那我就好恨，我好希望暑假对啊，放暑假。哎、欸，刚好我看到有人在我们开台文下面讲说，哦，看到开台才发现今天星期六，放假放到连星期几都不知道，烦死了！
所以你要是你现在也是放暑假是不是？我现在是啊，但我还有演出啊，所以我、哦、研究生没什么暑假之类的。没有啦，我们现在学校是放暑假了，没错啊。但我七月一个演出，然后我七月20号演完，然后我8月4号又要开始1到5每天都要排戏。所以这意味着到时候你会很常请假，是不是？没有，礼拜六不会，礼拜六不会排戏、哦。可是我20号休息到4号，所以20号休息。